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个画面，你应该很难想象得到竹子也可以当作乐器来敲打，而且不管男女老少。甲仙区的大田社区就有一个这么特别的竹子鼓打击乐团。其实会接触社区是在九十五年的时候了。对，那时候刚开始是因为我小朋友要来这边，这边有社区有办那个算是舞蹈的部分，啊也跟竹子有关系。可是一开始我们的第一代大概就是像那个摇铃那样，好、哦、刷刷的，也有那种刷的最简易的部分。然后小我女儿来这边跳舞，后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来了，然后又看到他们那时候在跳那个站在高岗上，你知道。我想说，哎，我是一个周族姑娘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生活就是原住民的舞蹈的部分。我觉得，哎，这我从小跳到大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跟着我女儿一起跳，一直跳。然后这些人，那些汉民的，我们算是虽然是平埔文化，可是他们都几乎都汉民，已经被同化的汉民蛮多的。哎，奇怪，你那也要跳，还来跳这啦？我讲，还够跳到叫你室友讲，因为我是原住民啊那样。而且后来老师就跟我说，就是前总干事了哈，他跟我说，阿伯第二首舞叫做那个《浪迹天涯》。不然你编编看啊，我说 OK 啊，如果要让我有机会为大家服务，那我就 OK 啊，所以我就编了第二首舞，就是那个浪迹天涯。那时候是用那个类似 B 胎，然后那时候穿草裙舞，然后又有一些竹子的部分，然后就把它融入到那个舞蹈里面去了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子跟着他们三年，然后就到98年，所以就成为那时候又要选总干事啊，莫名其妙呢，一夜之间，隔天大家都跟我恭喜，我说恭喜什么？就我当选他们总干事，就在风灾的那一年，风灾三个月就土石流嘛。就开始土石流，然后就那时候想说，我家自己也土石流，然后就来社区服务，每天早上就是6点到社区，因为开始就有物资进来，就要开始协助，一直到晚上10点11点，就要去处理那些事情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刚来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，大家社区居民会认为说，我一个原住民，啊，够来家，你要来搞我闹闹搞我花，对，一个原住民的身份呐、啊，啊，你年纪又那么轻，后来就这样的关系，我想说，因为风灾之后。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嘛，对、啊、然后在当下在处理事情的部分，让这些吉老，刚才那些吉老都看到，就哎，这总干事的能力其实也不是因为年轻所以没办法做到，后来就慢慢的哎，大家就融入过来了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竹鼓的，那时候已经第二代了，好、哦，然后想说哎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改变？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把那些哎，我们的竹鼓都是原木的部分，因为很不容易保存，每次砍下来3个月可能就开始旧起啊。就开始腐化了，我们就开始在想怎么办，对，然后就开始就有那时候就有莫拉克专案，就申请了一些文化部的啦，哈，就是目前的文化部，以前叫文监会，现在改文化部，不然就市政府的一些专案，我们就来申请一些计划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制作一些服饰，像我们后来有那个百年服饰，就是那个米色跟黑色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这边的吉老，好，他就是哎阿昼老和新布，好，把它遗存下来，然后很完整。后来我们把那个服装就拿去复制改良，就改良了30多套。然后后来我们又因为文化部的部分，然后我们也制作了100套的红色的部分，红色的那算是贵族的部分，算是喜庆在穿的。3点3点半左右就起床，4点左右就吃饭，5点5点半就工就吃饭，5点5点半就工就吃饭，6点5点半就工就吃饭，6点5点半就工就吃饭，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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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5点半就
哎，三遍了，对吧？啊，这是下班了。无啊，这鲁港啦。啊，讲啊，嘛，咱啊选一个所在，迄树啊会当平，啊，面顶有香车啊，啊，咱啊选到会北咧，北咧未旱，这个咱会栽呢，未旱啊咧，咱会当讲，会当操作啊。像这样一个社区来
其实三年前甲仙区遭受到莫拉克台风的摧残，许多民众在风灾后变得一蹶不振，生活也顿失信心。还好有大田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张琪小姐的坚持，凝聚了大家的心，也重新找回大家的笑声。应该意义蛮重大的，尤其是从我们风灾之后，这么多的受灾住户，那时候包括我自己的小孩都有那种都要需要看心理医师。那时候医生就跟我那个什么学校就通知说，你女儿可能要上一些心理课程，因为每到下雨天，你就会紧张，就会惊讲，哎，是不是又来了来一批的土石流了？那时候小朋友都很担心。啊，后来我们想说，那我们就那时候我们就密集性的练足骨哦，因为那时候也想要一直在推广，因为那风灾中我们这边的名气也你也知道大增嘛，所以大家就一直想要找这边在地的人去表演。啊，那时候就哎，师傅很多的单位就找到我们，我想说那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，刚好也让这个社区居民一起，刚好在结合那个凝聚力向心力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晚上我们都会。这个场地太小，我们都跑到那个篮球场去，然后篮球场外面不是都有个网子吗？就很多的居民就会来看我们表演，就会说你在看，我告诉你在看动物园的在搞啊呢。我们就每天就晚上大概八点档都没在看，就看我们表演，就像蛮长的一段时间，一直到从那时候从风灾那时候我们是八月嘛，我们从九月开始密集性的练习，一直到年底哦，哎，整个哎小朋友的。状况也有改善很多，他们至少哎，他们在打足骨，我说那个部分可以让你的阴霾就稍微离开一下了哈，早一点恢复这样。啊，所以他们在练足骨的时候，哎，他们是很尽情的，是用音乐去疗伤的，对啊。然后他在当下是不是又结交了很多的朋友？然后我们社区居民的参与之后，哎，人也越来越多来参加社区活动，他们也说哎。原来社区服务、社区发展就是在做这些事情，因为很多人问我说，社区就是在内底咧做的工作，啊，可是我们把它搬到。台外去的时候，人家跟我说：“哎，都让更多人看得到，让更多人知道说啊，小库雷板上啊，所以他们也会家长后来也很放心的把小朋友交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常常去表演的时候，搞丢了我呢，啊，总干事搞好你啊，啊，就走啊，讲啊，你嘛对我去就不要紧啊，你带着放心吗？”这个声是袂歹啦，啊，这嘛，无同啦吼，啊，厚薄声也有差啦，厚的吼，厚的就较结声啦，啊，较细声啦，啊，这薄的吼就较大声的啦，声无同啦吼，啊，都，伊阵啊，社区无钱吼，你要活动台，你嘛爱有一寡乐器啊，啊，像人买鼓迄个贵呢，你。咱嘛无多买啦，啊！毋得，大家想讲啊，咱自地取材来凑些竹啊来做安尼。啊，古早的迄有诶做诶吼，参底无共啦，伊迄较细声，伊用一个薄薄安尼落做，安尼较细声啦。啊，阮若改即摆正空类安尼吼，啊，当落去开安尼，啊，声骨较结较响。怎么让它保存久一点？而且我们就开始就是让它上蜡，就竹子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上蜡的时候没办法上，因为它外面有一层那个青，它是滑的，它有一种膜。然后后来想说，我们就用那个剪刀，就是有点钝钝的，就钝的嘎的阿哥的啊呢，就开始 K， 就把它 K 得很干净。K 完之后，我们还要去清完之后要磨砂，磨砂就是用那个什么磨砂纸，从那个2000的一直到800的。然后到40的，就是这样磨，越磨越细，摸起来，我都跟小朋友说，你要摸起来就像你的皮肤一样那么光滑。对啊，每个小朋友都自己制作自己的鼓，不管大鼓或小鼓，只要你打的都自己，这样才会珍惜。然后我们就办了这样一系列的研习课程，就让他们来做。所以磨砂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上第一层的那个颜料上完，就让它防就可以防锈。啊，可是那个颜料蛮贵的，因为它本身防水作用。所以不便宜，对。上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用蜡烛把它燃烧起来，然后就在上面作画，包括它的画的部分也都是我们的平埔图腾，这是一个蝙蝠的意思，就是一种服从天降，好喜庆的服从天降的意思，让大家都可以平安出入这样子哈。而且我们常经常受邀表演，所以就把它改良，它变成一个蜡染的烛骨，创意蜡染手工艺的部分，然后这样感觉上就会
第一个保存久一点，然后第二个也增加它的美感。有时候老人家会跟我说：“啊，我的对郎没丢，不要紧。”我就一直教，一直教，一直教，教到你会，然后我就比那些手势让你看得懂。看得懂为止，就一直尽量让你们都跟上。秀昌跟他说，我们这样的一个成员不会因为你老就放弃你。秀昌跟他说，我们一个都不能少。秀昌一直跟他这样讲，所以他们就会，老人家就会说，哎，好像他们也备受尊重的感觉，好像我们社区，哎，是需要他的，他是被需要的。对，我常常会就跟他，所以小朋友来到这个环境，找到这个社区这样的空间，就在社区发展协会里面，我就觉得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很重大。不管是这些 DGAGO 来说，包括我们的社区的据点啊，老人啊，妇女的妇女成长班，还有青少年儿童的部分，你看我们甚至六日哦，我们每天都在办活动，甚至六日我们也都开放，让这些青少年有地方可以去。对啊，我们社区的门永远都是开的这样子啊，我也会愿就亲力亲为就陪伴着他们。对，开始的这个部分应该算是吉老的想法，然后我们社区大家集思广益，它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，然后还有包括一些主驾要怎么样一直让它创新的改变，也都是因为透过大家的一个这样子商量把它结合起来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一个人出一份力，出一个想法，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常常说利用老人家的智慧啊，我们现在我们心理辈的创新把它融合下来，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火花产生。对，原本只是想要保留这即将失传的平埔文化，却也意外地让音乐发挥了艺术治疗的效果，让大田社区有再次充满久违的笑声。